欢迎收看林大。今天呢，我们 Roblox 啊，今天我是不会出影片的，可是呢，我好像是说过要教大家如何寻找这个稻草人呐、啊。啊，反正今天是啊短片吧，那么我们就来快速的教大家如何啊找这个稻草人吧。OK， 来 ，OK， 首先呢，我们来到这个方向 ，OK， 然后这个方向我们就直直走，来这里走，跟着我的步骤走就行啦。啊，非常的简单呐、啊。啊，来，然后这里前进，啊，然后来这里，进来这里后面，走，前进，退后，然后这里进去，简单啊，你看，非常的简单 ，OK， 如何呢？大家啊，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点个 like， 点出去，就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我们下课。